像大殿礼佛，早暗课无要殷勤，这呢就是新的海带的业，给你障碍，嘛是新的烦恼呢，给你障碍。所以心有烦恼，伊呢心都未晓要殷勤，未晓要精进啦。这呢嘛是从烦恼上起，才会升起了业障，海带对落的业障啊。除了烦恼的障碍、业的障碍以外呢，个所以报障，个有报现在啦。已经呢，是咧修尽了真多呢。人甲人一中间无好诶缘，虽然咱讲真好诶话，教伊真好诶方法，但是伊都无要听咧。啊，这都是无好缘啦。啊，伊无听，啊，咱关心，啊，是毋是嘛是真烦恼呢？我一日教嘛真烦恼啊。有时阵讲我都讲干咧啊，啊，我都安尼伫咧做，啊，恁哪会听无啦？啊！这嘛就是我的依报啊，因为呢，我咧讲的话，恁都无正甲我导言听落去吼。啊，不过我嘛一点啊，感觉讲啊，感恩哦。有时阵轻轻讲一个，都会当遮侪人安尼来听哦。这呢，嘛是一个依报呢吼，真欢喜过去有结到好姻缘呐。一句话呢，伊都会当。一丁点多啦，万丁再亮起来，真的，那是因为过去安尼有这个缘，啊，或者是呢，啊，当到的是拢无好缘呐，我才用心啊，啊，那会点点一怕灯火呢，看那点未到，啊，永远的这条路都是乌的，都是暗的，真的，那是这个。所以啊，这种依报，这嘛是一个障碍吼。所以啊，咱爱好好呢，爱知影因缘果报啦吼。咱唔知一个有偌尼多呢，会依报会障碍，所以报障嘛，金动处地必定。忏悔，当然啦，依报还阁真济伫后面啦，所以呢，各位起心动念、开口动舌啦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所以呢，过去的听了后，爱赶紧自我警惕，较紧反省，唔通阁犯。未来呢，咱到底还阁偌济再犯的呢？或者是呢，伫现在啦，目前的中间呢，咱所伫咧接受的到底还阁有偌济？所以咱爱时时自我警惕，戒心虔诚啊，咱的内面的心灯啊，爱赶紧向内照。咱的道场呢，爱互伊光亮起来吼。所以心识千年，黑暗无明，一定。点亮啊，顶顶上团，无量心顶啊，就无限光明。希望咱人人发心立愿，唔只是点到咱家己的心顶，也都爱点到人人的心顶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